看着热闹，还没我跳的好呢。你要这么说，我还真分不出来个高低。你怎么就分不出来了？在梦炉你不是看过吗？那天黑灯瞎火的，我没看清。你别想再骗我给你跳一次。那就看这个吧。可许呢？你就说说你有什么得不到的，但是却很想很想要的。其实我最想要的是……好啊！惜子掩面，彼之无色。万岁爷。对了，那梦炉之事，孙太清多嘴，朕已经发达了。还有你，萧掌印，怎么连你都这般不知轻重呢？是奴才思虑不周，辱没了娘娘。不关萧掌印的事，是银楼自己闹着要去的。其实也不必如此，不管你是什么样，朕都喜欢。万岁爷，今夜宫中应当设宴才是，您怎么出来了？朕呢，是偷偷跑出来的。你看这好好的上元之夜，跟朝上那堆老头子一起过，那有什么意思呢？朕是想和你一个人过。而且你看，今夜街上这么多人，朕能一眼就在众人里面找到你，你说？是不是上天也要让朕找到你呢？